5年前，南城王家被反，连同其他家族要将我萧家斩草除根，我跳江而逃。父母为了保护我，淹死江中，他们就死在我眼前。现在，小天龙回来了。天龙卫，愿为大人赴死。 大人，你贵为北郡天龙，地位超绝，无人可比。区区一个南城王家，让属下出手，必将其粉身碎骨。我与王家之仇不共戴天，我回到南城消息必须保密，我要亲自出手。这一次，我要将王家之人死无葬身之地。 皇皇北境，绝世天龙，镇压苍穹，当者必死。对了，5年前与我有婚约的杨如雪现在如何？她现在还好吗？大人，您消失这5年，杨小姐一直在等你。杨家逼她改嫁，她誓死不从，于是杨家让她去扫大街了。什么？杨家竟然敢如此对待我未婚妻！ 好大的狗胆！不仅如此，南城不少世家子弟，垂涎杨小姐的美貌，经常骚扰纠缠。我的女人，这些蝼蚁也敢做非分之想？天龙卫听令，属下在此。我先去找卢雪，尔等按计划行事。有谁敢阻挡我北境天龙者，杀之！属下听令。 哎呀，名门望族杨家千金，竟沦落街头扫大街，南城第一美人，竟沦落如此，真让人感到唏嘘啊！刘正，别再骚扰我了，不高兴我所属，心里只有陈天龙。哼，萧家5年前如日中天不可一世，现在呢，早就灰飞烟灭了。而萧天龙至今生死不明。 你又何必浪费青春，虚度光阴去等一个你苦苦等不到的人呢？要见人死要见尸，要是没什么事的话，请离开，不要影响我工作。别这么死板了，只要你跟了我，杨家怎么会让你出来扫大街？小爷我保证你吃得吃香的喝辣的。刘正，别这样，再这样，再这样我可叫人了。倒是叫啊，整个地盘都是我刘家的。 就算你叫破了喉咙，也没有人敢跟我说半个不字。哎，杨雪，竟敢打老子！老子好心给你个翻身的机会，老子今天不把你办了，我以后在南城还怎么混？救命啊！敢动我的女人，找死！真的？该死的小子，你他妈谁呀？萧天龙。天龙。 是真的是你，是我如雪，让你整整等了5年，辛苦了。萧天龙，你就是5年前投江至今的萧天龙？不错，该死的狗东西还敢出现在南城，你不知道王家在四处找你吗？区区一个王家，你以为会怕吗？我巴不得他们子弟一个一个送上门来，我亲自送他们归西。 天龙，你快躲起来！现在王家比5年前更强大，你可要小心啊！王家比5年前更强大，我萧天龙也不可同日而语。萧天龙，我警告你，快给老子放手！你信不信我个电话叫人过来把你狗腿全部打断？哦，听起来挺厉害的。我倒是想见识见识。狗东西，吃了猪肉蒙了心，想找死吗？天龙，你快走吧！ 刘正可是这一带的毒霸王，一会儿他人来了，想走也走不掉了。吴雪，你不用担心，我有这权可镇压一切。尽管打电话，我只给你一次机会。好小子，你是自寻死路！今天天王老子来了，救不了你。
我这就打电话叫人过来打断你的狗腿。兄弟们，曹家伙，老子今天要大开杀戒。大开杀戒，真是不识死活。铁龙，就算刘正不是你的对手，王家的势力更大，我们走吧，去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如雪，你放心，这次我回来我会保护你，永远不会再让你一个人孤单了。我是好、少一对痴男怨女，尽量的恩爱吧，等一下你们就要去地狱恩爱了。我等着呢，叫你的人快点来。刘少，我们来了。哪个不转眼的，连刘少都敢惹？就是他。来的人不少啊。不长眼的东西怕了吧，连刘少都敢惹。刘少，你说一下，是要这小子一条手还是一条腿？我劝你们别嚣张，我是你们惹不起的人。老子他妈今天偏要惹你。兄弟们，我上，打断他的腿。刘少，刘少救我，刘少救我。放我，还有谁？刘少，还有什么好说的？小哥，不是少爷，我是我有眼不识泰山。饶了我，饶了我，饶了我！刚才好像有人很嚣张啊！少爷，我错了，您是我惹不起的人，少爷。既然知道，我赔你钱，五十万，不，一百万。我对钱没兴趣。不过你这辆车倒是不错，就当赔给我了。把钥匙拿过来。啊，少爷。这是我刚从国外买的豪车，300多万呢。小，要不我给你钱，200万，现金。你不给？给。少爷，你拿。吴雪，上车，我送你回家。不是我还没扫完地。吴雪，以后你不用再收我去扫地了。跟我回去，我向杨家宣布，我要娶你过门。真的？这还有假？天龙，这五年我天天盼的就是这一天，我不是在做梦吧？这绝对不是梦，我萧天龙回来了，我萧天龙回来了。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死也不愿意。我的车啊，没用的东西，养你们干什么吃的，都给老子滚。天龙，这五年来我妈一直逼我改嫁，她说你生死未知，搞我荒废青春。我知道这五年你受尽了委屈，我保证这以后不会再让你受一丝一毫的委屈了。王家现在势力这么大，已经称霸了整个南城，杨家跟着夹着尾巴做人，今天杨家分给我的资产要被拍卖。什么？你的资产要被拍卖了？是的，那可是爸爸留给我唯一的资产。欺人太甚，现在我去帮你拿回资产。天龙，你敌不过他们的。如雪，以我现在的能力能够护你周全，以后谁再欺凌我的女人，定屠他满门。天龙，哎，天龙，站住，这里是至尊拍卖会，没有请帖不得入内。请帖？我北境天龙去哪还需要请帖？呦呦呦，我听到了什么？北境天龙？
北境天龙乃是我龙国第一，功高盖世，地位超然，怎么可能出现在我们南城这样的小地方？就是，你这小子假扮谁的名都不好，敢假扮北境天龙？这里是至尊拍卖会，我们都懒得理你，快滚快滚！快滚！要不然光凭你冒充北境天龙大人这一条，我就可以治你的死罪。我说哪条狗在这叫呢？原来是五年前被王家逼得走投无路跳江自尽的萧天龙。怎么你还没死啊？他就是那个家破人亡的萧天龙，害得南城第一美人杨如雪为他守了五年的国寡，他怎么还有脸回来？一看啊，就是个穷酸样，没钱没地，连至尊拍卖会的大门他都进不去。穷鬼一个，看着都碍眼。家长，我们进去。走走走，让这个穷鬼在门口待着。走。听到没有？没钱没地位的穷鬼，甩边去！没有请帖就赶紧滚一边去，不要逼我动手。我没有请帖，但我一样能进去。至尊拍卖会可是我们南城最顶级的拍卖会，与会者非富即贵，像你都没有请帖，你能进去？当我们俩是摆设吗？这死穷鬼就是想混进去开开眼。你要是现在能拿出一万块钱出来，我给你当场跪下。每个人心中都有个上限，只要击破他们的上限，就能让他们做任何事情。你这死穷鬼还跟我谈什么上限？哎，赶紧滚赶紧滚赶紧滚。笑死了，你还以为你是五年前牛逼哄哄的萧家大公子吗？我告诉你，萧家完了，你也完了。就是小天龙，你现在就是个落魄户，赶紧滚赶紧滚。你刚才说给你一万块，你就当场给我跪下。你看看这是什么？一万块？这有什么？不就是一万块钱？如果你恭恭敬敬的给我跪下来，这一万块就给你，你做不做？区区一万块就想让我对你毕恭毕敬的跪下，做梦呢你！现在呢？你这两万跪下来就……现在呢？这男儿膝下有黄金，我怎么能给你跪下呢？这可是三万块钱，跪一下就拿到手了。我说了，每个人都有上限。现在有没有击穿你的上限呢？啊？嗯？四万呐、啊，萧爷，我跪了。我是让他跪，不是让你跪。我靠，萧先生这钱是让我跪的。萧爷，你可是说跪了就有四万块？我跪了，我两条腿都跪了。你这该死的，平时跟我称兄道弟的，现在又来抢我的钱。萧先生明明是让我跪的。算了，既然你跪下了，这四万块。谢谢萧爷，谢谢萧爷。萧爷，我也跪了。喂，这四万块给你。现在啊。我没有请帖，我还能不能进去了？可以可以，您请进请进。您都给足了足足四万，还要什么请帖啊？您让我喊爸爸都行。来，快请进快请进。咦，怎么你一个穷鬼也进来了？呵呵，你能进来，我就不能进来。
萧天龙，看来你是知道这次至尊拍卖会会拍卖杨如雪的资产。是，我是为杨如雪的资产而来的。你一个穷鬼，还以为是五年前萧家富可敌国的时候。你消失这么久，南城早就变天了。你这个窝囊废，只能看着你老婆杨如雪的资产被拍卖。你除了凑凑热闹，你还能干什么？这与你有何干系？和我没什么干系，连自己老婆一点忙都帮不上的萧家废物。魏小姐看着就想吐，别在这恶心我，快滚！我看你挺恶心的，你怎么不滚？你说什么？萧家废物竟敢对本小姐如此无礼！本小姐命令你，现在就给本小姐下跪道歉。如若不然，本小姐就让你后悔生在这个世上。不道歉又怎么样？萧家废物，你可知道我柳玉是何人？在这南城还没人敢抬头看本小姐一眼。不敢看你，看你也又怎么样？你长得又不好看。你萧家废物，你胆大包天，竟敢打我！你给我等着！张姐，张姐，你快死，死哪去了？怎么回事啊，刘小姐？这谁欺负你了？就是这个家伙，这个口出狂言、目无尊卑的废物，真是气死本小姐了！怎么又是你？嗯，偶像还是我。你是怎么进入至尊拍卖会的？你有请帖吗？你看他打我，把我手都打红了。哎呀，柳小姐的手，她怎么伤成这样了？我张贤救美来迟，救美来迟，罪该万死，罪该万死！你还不快帮我！柳小姐是何等千金之躯，你这个废物竟然敢打她，你是不想活了吧？跪下，立马给柳小姐道歉，否则我让你竖着进来，横着出去。我要是不认错呢？你废物，我告诉你，我张家和柳家也是南城十大家族之一。你们萧家以前如日中天的时候，我确实不敢惹你，但你们萧家现在家破人亡，灰飞烟灭，难不成我还怕你这条丧家之犬不成？跪下！爬过来，用你那条贱舌头把本少爷的皮鞋给舔干净了。对，跪下来给本小姐舔鞋，要不然再让你跳一次江。你们说什么？我说让你过来给本少爷找死。你敢打我？我只不过打了你们身边的一条狗而已，怎么了？好大的狗胆啊！你敢打我柳玉？我不但敢打你们，还敢杀你们，要不要试试？你就是个死了全家的废物！你信不信我一会儿打个电话叫人过来，打得连你妈都不认识？刚才是你们要我跪下，还要我舔你们的鞋？本少爷让你舔鞋是看不起你。你再多说一句，你的手就没了。疼！别扭了，别扭的疼。听的不是这句。你这个废！叫我什么？我少爷，少爷，爷爷，你饶了我吧！你再不放手，我的手要断了！爷爷饶命，爷爷饶命的！出来这一趟，多了这么多儿子孙子，值了。喂，你跑什么？没跑。
我错了，你饶过孙女吧。我就再给你们一次活命的机会，如果你们再肯违抗命令，那我就让你们尸横就地。我刚回到南城，这至尊拍卖会上，是不是在拍杨家杨如雪的资产？是不是？是是是是是。萧炎，这都是王家三少爷搞的鬼。 他想在王家多占一些话语权，就处心积虑的想吞并杨家的财产。杨小姐，苦等了你5年，死都不改嫁，现在都被逼得是少大街了。面对王家，他们杨家拼都不敢放一个。我刚回到南城，这至尊拍卖会，拍卖权你们有没有？<笑>有。 萧炎，你不会是想让我去竞标杨小姐的财产吧？那可是王家三少爷看上的呀，我可不敢惹他们。你不敢惹他，这么说，那你敢惹我了？不，萧炎，我不敢。萧炎啊，您有所不知啊，我。 我张贤没钱呐，就算是竞标，我也竞不过他们呀。你没钱的时候，我自然会出。萧炎，您不知道，现在王家吞并了萧家，现在他们可谓是如日中天，在南城，他们王家就是霸主，就是南城的天。他是天，那我就灭了这天。 哟，王三少爷，您来啦！<笑>整个南城都知道本少爷要收购杨家杨如雪的所有资产，本少爷不来，谁敢？那是王三少爷您霸气呀！如今我王家如日中天呐，我大哥为了争夺家主之位，无所不用其极，那我怎么能落他之后呢？你说是不是？ 等我拿下杨如雪，拿下他们家的资产，我的实力会更上一层楼啊！到时候跟我大哥的竞争，我又会多一些胜算。王三少爷，我懂，我懂。一会儿拍卖的时候，您一出价，我就很快一点，那您少花点钱。<笑>懂事，懂事，懂事啊！等我到时候拿下了杨家，我到时候要看看。 哪一个不自量力的东西敢跟我抢？那是，以后您成了王家家主啊，必然带领王家飞黄腾达，青云直上。就你会说话，赶紧去给我准备拍卖会的事情，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拿到杨如雪的资产。明白，明白，我让人给你拿点顶级红酒过来，您一边喝一边将整个南城踩在脚下。 快去快去！<笑>他就是王家三少啊！是是是，他就是王家三少爷。他呀，在王家的地位最低，他现在为了和他大哥争夺这个家主之位啊，这个功劳这都快打出来了。 不过他身价百亿，有钱的很呐、啊。萧炎，那可是百亿资金呐、啊，能有百亿资金的，无一不是商业巨子，身价起码过千亿啊！啊，萧炎，当然了，在你面前，那都不算什么。哎，这次至尊拍卖会好像没几个人呢。王三少爷发话了。 这次至尊拍卖会好像没几个人呢。王三少爷发话了，这次谁敢跟他作对？弄死谁！你在说什么？萧炎，我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说。各位嘉宾，欢迎光临新一届至尊拍卖会。此次拍卖会拍品众多，无一不是极为贵重之物。下面就让我们开始拍卖。第一件拍品，百年前清朝皇太后随葬碧玉手镯一对，紫玉乃是绝版帝王玉，世间珍品。起拍价5亿，每次至少加价1000万。这个手镯本少爷看上了，我出5亿。萧炎，这个东西有没有？它是个随葬品，有吉利，不吉利的。你舍不得钱？不不不不。
少爷，能为您效劳，我张贤就算是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呀。只不过这个东西是个随葬品，万一它有细菌啥的，有损您的人品呀。舍不得钱就直说。武艺一次，两次，三次，此玉归王家三少爷所有。这敢叫价的都没有，真没意思。哎，没意思。萧爷，这家伙太嚣张了。我也觉得他好嚣张。下个牌品，你出价，顶死他。这，下一件牌品，十克拉极品蓝宝石，与女王桂冠上那颗一模一样，同为绝世之极品，起拍价10亿。整个南城有谁敢跟本少爷作对呀？啊，我出10亿，我看看有谁敢跟我出价。出价。萧爷，这可是10亿呀、啊！怎么，你想被我踩断哪根手指？这是萧爷，10亿1000万！张贤，你好大的胆子，敢跟我叫价？我不是张贤。嘿，张贤，你就是华春辉老子都认识你。乔天龙，你不是5年前跳江死了吗？你怎么会在这里？哼，你们王家当然盼着我死，不过让你们失望了。好你个王志宇，你不找个地方隐姓埋名躲起来，还敢出现在南城？我不但敢回到南城，还敢坐在你面前。你，乔天龙，你嚣张什么呀？你不过是一个丧家之犬而已。我是什么人物？你很快便会知道。小小如意还敢披服汉大树？我本少爷一根手指就能够捏死你。萧天龙，现在已经不是5年前了。这么多年以来，本少爷灭杀的家族之中多的是比你还狂妄还要嚣张的人。哦，是吗？那这么说，我还可以再嚣张一点了。你说什么？张贤出价10亿1000万，你不出价在那逼逼了半天，你是不是没钱？本少爷会没钱？我告诉你，本少爷有的是钱，我钱多的可以压死你。张贤，我告诉你，在本少爷面前，你就是一个垃圾。小天龙，你是垃圾中的垃圾。本少爷出价15亿。到你了。15亿1000万。张贤啊，你现在已经完全站在萧天红这边了是吧？你给我等着，我到时候再收拾你。嗯，我出20亿。我没有。这20亿1000万。你，我出30亿。怎么不出价了？萧爷，您有所不知啊，我手上的现金只有30亿。如果在至尊拍卖会上乱喊价，出门会死得很惨的呀。到你出价了。我也得出啊。刚才你们惹我，我没有亲手格杀你们，已经是我法外开恩，手下留情。现在出价是你们自己买自己的命。我萧天荣给人机会从来只给一次，千万别不珍惜。35亿，我们都先出5亿。柳玉啊，你也装的这个萧家废物是不是啊？不是我，我没有。那你还举得牌？这是张贤举的。我没有。柳玉，你当我瞎了？王三少，别说这么多了。你们王家不是很拽、很嚣张吗？你们在南城不是没人敢惹你吗？怎么现在张贤和柳玉都敢惹你了？别以为有张家、柳家这两个废物帮你就能压我，我出50亿。萧爷，我是真没钱呐。萧爷，我最多只有15亿，我和张贤加起来也没有王上少爷的钱多呀。加起来也没有我的钱多呀。那是当然。你们两个废物居然帮着萧家跟我作对，一会儿这拍卖会结束了，看我怎么收拾你。
拍卖会后的事，拍卖会后再说。现在是在拍卖会，你出50亿是吗？张贤出30亿，柳玉出15亿，那我再帮他加10亿，一共55亿。你个废物，居然有10亿！这可是至尊拍卖会，谁敢乱喊价？王三少，这55亿你还出不出价？拍卖师，他买不起了，落锤吧。55亿第一次，55亿第二次，55亿第三次，成交。这颗十克拉极品蓝宝石归萧先生所有。萧天龙，我知道你这次为何而来，你是想夺回杨如雪资产？看来你好像不傻。我看你是痴心妄想，还是做梦吧？你体会过绝望吗？绝望？对，绝望。如同那天我沉在江水之中，冰冷刺骨。我亲眼看着我父母被活活淹死，那般的绝望。少爷，这辈子不可能体验那种绝望。放心吧，今天就会让你体会到刻骨铭心的那种。下一件拍品，杨氏集团控股权，起拍价100亿。100亿？150亿？我出200亿。250亿不太好听，那就直接300亿。300亿？哇，萧爷实在是太有钱了。400亿？500亿？那个小家废物，你谁有这么多钱？出不起了，出不起就别喊了，废物。你个真废物啊！你刚才那么嚣张，现在区区500亿都喊不下去了。你不是废物，谁是废物？你这废物不喊了，拍卖师，这杨氏集团是我萧天龙的。500亿一次，500亿两次，500亿三次。杨氏集团控股权归萧先生所有。萧爷霸气！萧爷威武，出手就是500亿。有没有搞错呀？这家伙家破人亡，哪来的500亿？拍卖师，你不要被他给耍了呀！我相信至尊拍卖会上没有人敢乱喊价，我相信萧先生肯定是有500亿的。王三少猜对了，我没有500亿，我就是乱喊价。什么？萧爷果然不，萧爷，你刚才什么意思？你有没有500亿啊？萧爷，你可不能乱说话，在至尊拍卖会上乱喊价，会死无葬身之地呀！我说什么来着？这废物就是来装逼，过来找死的。拍卖师，你还在等什么？赶紧叫人过来，把这废物给我打死，活活打死！萧先生，我劝你不要开玩笑，在至尊拍卖会上乱喊价，这样出去你会死得很惨的。你看我这个样子，像是在开玩笑吗？拍卖师，你还在等什么呀？赶紧叫人过来给我打死！不对，把这两条走狗张贤还有这个姓柳都给我打死！我不是张贤，我不是柳月。萧先生，我再问你一遍，你有没有500亿？没有。那只有请萧先生横着出去啦。我看上的东西，从来不用。小人该死，参见北境天龙大人。什么？北境天龙？北境天龙？北境天龙，生杀予夺，我天龙为何在？皇皇北境，绝世天龙，镇压苍穹，胆者必死。天龙大人，属下在。把这家伙给我抓起来！是。不，你真的是天龙大人？5年前，你们王家逼得我投江自尽，父母俱亡。5年后，我为复仇而来，我要把你们王家碾为鸡粉，从你开始。龙大人，我真的不知道你是天龙大人啊！拖出去，拖到江边。将他挫骨扬灰，以祭奠我父母在天之灵。天龙大人，饶命啊！天龙大人，5年前我根本就没有参与，你父母的死跟我
没有关系啊！哼，你姓王，你就该死！就是的，你们王家惹到了天龙大帝，一个个乖乖等死吧！饶命啊，天龙大帝，饶命啊，天龙大帝！小人有眼不识泰山，那王三少那个狂徒冲撞了大人，还请天龙大人降罪。小人参见天龙大人，我张贤之前有眼无珠，得罪了天龙大人，还请天龙大人饶了小人这条狗命。天龙大人，柳家愿将全部家产送上，还望天龙大人饶过我一命。不知者不罪，都起来吧。谢谢天龙大人，多谢天龙大人。我回到南城的消息，明白，请您放心，这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您回南城的消息不会有人知道的。天龙大人，杨如雪资产众多，还需要一些时间整理，几天后就可以交回他手上。好，我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去娶杨如雪，娶她过门。北境天龙，帝国第一。天龙大人果然名不虚传啊，光是他身上升腾起来的杀气就让我直冒冷汗了，佩服。幸好差点就成了天龙大人的手下亡魂。不过北境天龙竟然是五年前投江自尽的萧天龙。天龙大人好帅好有型，这样的男人才是真正的男人。天龙大人回来了，王家要倒霉了。北境天龙镇压苍穹，区区一个王家，天龙大人一个手指头就能把他摁死。那是王家现在嚣张到了极点，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天龙驾临，他们离死期不远了。不过天龙大人怎么就看上杨如雪了？像我这样的身材样貌，天龙大人应该看上我才对。哼，你是有几分姿色，但和南城第一美人相比，那简直就是萤火和皓月争辉，比都没法比。你说什么？我说你没有杨如雪漂亮啊。不好意思，我刚才可能是被天龙大人的威严给震到了，一时说错了话啊，还请柳小姐多多包涵。该死的张贤，你以后不要再招本小姐了。我呸！天龙大人刚刚回南昌，现在正是用人之余，他一定会给我机会的。等我做了天龙大人的手下，我什么样的女人得不到啊。妈，我妹和萧家那个萧天龙有婚约，真是倒了大霉了。我的宝贝儿子，你又怎么了？萧天龙那个家伙五年前跳江自尽，死了倒也干净，现在害得我们杨家被王家针对，处处受阻。我谈了一年多的生意，被王家那个大少爷王浩一句话就给我搅黄了。杨家苦心经营几十年啊，现在眼看要泡汤了，要破产了。啊，这么严重？哎呦，我一直都劝如雪赶紧毁了婚约，找个大户人家改嫁。妈，她要是听您的就好了。她现在啊是见到棺材还不死心，还在等那个死在江中的萧天龙。她这样执迷不悟啊，不但是毁了她自己，也害了我们杨家。宝贝儿子，别着急，你妹妹在房间换衣服，等她出来，我一定逼她改嫁，绝不让她拖累杨家。好，妈。杨家可都靠您了，必须让我妹妹改嫁。宝贝儿子放心，一切都包在妈身上。妈，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哼，什么好消息？你现在扫个大街，难道能扫出几个亿吗？妹妹啊，不是我说你，就算现在你扫大街能扫出几个亿，能解决我们杨家现在的危机吗？妈，别叫我妈，我要你这样的女儿，真是前世造了孽。萧家都败了五年了，萧天龙生死不知，你还在等他？
现在我们杨家被王家逼得走投无路，你就好意思看着杨家也败落下去？他什么他？我现在听到萧天龙三个字都恶心。我告诉你杨如雪，你必须改嫁，立刻马上。妈，能不能听我说完？说他别天龙天龙的了，你没听到妈说吗？听到这个名字就恶心，还说他。女儿啊，杨氏集团可是你死去父亲的一身心血，你哥哥为了杨氏也是天天睡不着觉，你就算不为了你爸你哥，你为自己想想啊。如雪，你不小了，一个女人浪费了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整整五年了。妈，你别和他说了，我认识沈晨的钱家，沈晨的钱家呀，家大业大，实力雄厚，就连那个王家也不敢轻易的招惹。妹妹要是能嫁过去，不仅王家的威胁化为乌有，可能啊，就连我们杨家也能更上一层楼啊。儿子，这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明天就带上卢雪上省城与钱公子见面。放心吧妈，我妹妹啊可是南城第一美人，哪个男人见了她不迷惑啊，钱公子啊一定会喜欢我妹妹的。妈哥，你们这在做什么？你们打算把我卖了吗？妹妹怎么说话呢？怎么说你也是我们的亲人呢？我们会害你吗？卢雪，你哥哥也是为了你好，沈城田家那可是高门大户，连王家都不敢招惹，你嫁过去也是过荣华富贵的日子。妈，我绝不会改嫁，再说天龙已经回来了。什么？萧天龙他没死？萧天龙没死？他属乌龟王八的吗？消失了五年都没死？天龙，我已经等了他五年，我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我绝不会嫁给别人。如雪，你是喝了萧天龙的迷魂汤了吗？就算他回来，他又能怎么样？妹妹啊，萧家都已经灰飞烟灭了，如果王家知道他萧天龙还活着，还不分分钟打上门来把他大卸八块，弃尸荒野。女儿啊，你听到你哥哥说什么了吗？你要是跟了萧天龙那个废物，搞不好明天就得守活寡。到时候啊，再连累我们杨家，永世不得翻身。不，绝不可能！婢女，连妈的话都不听了？打，打死他！这样的女人还拖累我们杨氏，早点打死早好。妈，你就算打死我，我也绝不会改嫁。你住手！啊，天龙，萧天龙，你真的还活着？废的东西，活着又怎么样？你害得我女儿连亲妈都敢忤逆，我就要当着你的面打死她！啊！如果你不是如雪的亲生母亲，你刚才打她的一巴掌已经够你死上十次了！啊！废物，你快放手，抓得我好痛啊！萧天龙，你给我住手！你还当现在是五年前啊？你们萧家是南城第一家族吗？天龙，你快放了我妈妈！只要你开口，我都依你。萧天龙，你真是变了。五年前你温文尔雅，现在既然这么霸道。我霸道？我难道看你亲手打我女人，我还不吭声？那我算什么男人？我可是他亲妈，打他有什么不行？梁如雪是我的老婆，我的女人，这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动她一根头发。如若不然，我会让她后悔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天龙，得了吧，萧天龙，别在这装了。五年前你跳江自杀，萧家就已经树倒猢狲散了，你侥幸没死，就应该烧出高香往深山老林里躲一躲，还敢回南城？你就不怕王家听闻你的行踪过来把你赶尽杀绝吗？区区一个王家还入不了我的眼。哼，好啊好啊，萧天龙，你个王八想骑凤凰背，真是白日做梦。说了这么多，你回来到底想做什么？这次回来我要娶如雪过门。如雪，你的资产我已经拿回来了。拿回来了？这是真的？我绝不会骗你。你在至尊拍卖会上拿回了如雪的资产？他怎么可能拿回我妹的资产？萧天龙，证据呢？你拿什么证明拿回了我妹的资产？过几日
至尊拍卖会便会把如雪的资产尽数交回。别说了，过几日我明日还成为世界首富呢。妹妹啊，别听这小子胡说，满嘴谎话。就是他一消失就是五年，回来就说自己牛逼坏了，这人性吗？女儿，你可别被他骗了。你不信也好，不信也罢，过几日你们就知道了。天龙，我相信你。好，就算你说的是真的，你想娶我女儿对不对？别说我这个做丈母娘的为难你，只要你现在拿出100亿就能娶如雪过目。我说的就是100亿。现在王家逼得我们杨家走投无路，如果萧天龙能拿出100亿，我们杨家可以搬到别的城市，躲过王家的追杀。如果拿不出，萧天龙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妈，天龙他怎么可能有100亿？你不是刁难他吗？什么叫刁难？妹妹，你等了他5年啊，你可是我们南城第一美人，足足5年的青春不值100亿吗？你们也太狮子大开口了，我杨家所有的资产加起来不足10几亿，你们张口就是100亿。废话少说，拿不出钱就别想娶我女儿。天龙，如雪，你在我的心里远比1000亿万亿还重要。千亿万亿，好呀，那就别扯了，你直接给我们100亿，我妹就是你。哼，拿呀，你倒是拿100亿出来呀，你这废物，就是在这装模作样，装腔作势。穷逼，滚出我们杨家，这里不欢迎你。天龙，我们走，离开这里。杨如雪，你胆敢违抗妈的命令，和这家伙私奔？你要是离开这个家，就永远别来见我。妈，是女儿对不起你，我这一辈子只喜欢萧天龙一个人。妈，真的对不起。好了好了，你真是翅膀硬啊，为了这个废物男人连妈都不要了。妈，不能让他们走，他们走了倒是轻巧，我们杨氏怎么办？我们面对的可是王家的滔天怒火。如雪，别给他们跪，你们也配？萧天龙，你这个废物，放开我妹妹。100亿聘礼我会给你们杨家，我让如雪风光大嫁，让全南城都知道她等了我5年没有错。天龙，你真有100亿？暂时没有，因为我现在用不到钱，不过我只要一个电话。萧家废物，我还以为你真长了本事，5年时间挣了100亿，没想到还是在这装。妹妹，别看这家伙人五人六的，其实他就是骗你的。哈哈哈哈，他萧天龙出不起100亿，我王家出得起。萧天龙，你这小子也算有点运气，5年前竟然没有淹死在江里。你们王家当然想我被淹死了。你死或不死对我们王家来说根本无所谓，一条丧家之犬叫得再响又能如何？今天我是来替我们王家大少爷王浩向杨小姐提亲的，拿上来。王管家，这些钱？王管家，你真的是替王家大少爷王浩向我妹提亲的？那还有错？我们王少说了，只要杨小姐肯答应，这里100亿现金双手奉上，王家和杨家结为秦晋之好。那芝兰之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不但王家不再打压杨家，我们王家还可以保杨家成为南城的顶级豪门，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这是真的？只要如雪嫁过去，王家就不再打压我们杨家，还让我们杨家成为南城的顶级家族。哈哈哈，我们王家做事向来说到做到。这可太好了，妈，这可是我们杨家天大的福气啊。是啊是啊，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杨家有救了。多谢王少爷宽宏大量，饶过我们杨家。王家大少爷真是大人有大量，一看就是雄主之姿啊。相信我妹妹嫁过去啊，王大少爷一定会好好疼爱我们。如雪，还不快谢过王管家，谢过王少。
妈、哥，你们问都不问我，就替我决定了终身大事。妹妹，这可是嫁入顶级豪门的机会，你不会说你不想嫁吧？如雪，你给我闭上嘴！这次由不得你做主，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好像你们还没问过我的意思。哼，你这个萧家废物，我们杨家做事还需要问你的意思？就是，你现在除了夸夸其谈，还能做什么？废物，还不趁王管家没有生气，赶紧给我滚出去！小心你狗腿难保啊，连一百亿都拿不出，还好意思在这装逼？哈哈哈，萧天龙，我真佩服你这贱种的勇气啊，竟然敢在南城出现，你好大的胆子！为何没胆子？你们王家还想一手遮天？不怕告诉你，现在我们王家在南城就是说一不二，就是只手遮天。你消失五年归来，哪怕你成了过江猛龙，在我们王家面前也要低头俯首。低头俯首？你是谁？能有这么大能量？废物就是废物，大言不惭，骗人骗得连自己都信了。王管家，快让你手下出手，把这家伙灭了。不要着急，我现在看这剑种是越看越有意思。今天是我替王少求亲的日子，这是大好的日子啊，我懒得和你这废物一般见识。萧天龙，现在只要你跪下来自己掌嘴一百下，我勉强可以饶了你，否则的话我们王家灭杀你这个废物就是动动手指的事。看来你还是不知道我这次归来是为了什么。我们王家需要知道你归来是为了什么，你未免也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吧。萧天龙今日归来是为了报五年前的血海深仇，是为了将你们王家打个灰飞烟灭。是废物，萧家废物，好大的胆子。天龙，王家不好惹，算了，还是说了。萧家的剑宗，你胆敢这样和本管家说话？什么管家，只不过是王家的一条狗而已。你敢说我是狗？怎么，一条狗听不懂人话是吧？如果你给我跪下自己掌嘴一百次，我倒是可以考虑饶你一次。王管家，这废物骂你跟我们杨家可没关系啊。对对对，他这个废物找死，和我们杨家没关系。不要动他，我想我们少爷一定很想亲手灭了他，我们做下人的要为组织考虑。我们少爷一向喜欢猫抓老鼠，慢慢玩。杨小姐，我们少爷在王氏集团办公室等你，识相的你洗干净了自己去找他，要不然萧天龙和杨家顷刻之间化为齑粉。王后，他真是无耻。话已带到，去不去你自己考虑，我们走。王管家你慢走，记得帮我们杨家给王少带个话，如雪一定会去赴约的。哎，是是是是是是，我一定让我妹妹啊梳妆打扮，包王少爷啊满意。哼，王家的狗，谁让你走了？怎么，萧家剑宗，你还想把我留在这儿？对，没错，我就想把你留下来。没长完一百个耳光，你走不了。哈哈，笑话，真是天大的笑话！你以为你是什么人？我是你惹不起的人。建总，你太嚣张了吧！我好心放你一条生路，你竟然不识好歹！自长一百个耳光，差一个耳光，我拆你一根骨头！萧家建总，你知不知道死字怎么写？王家的人连死字都不会写，还来问我？哦，对了，我差点忘了，你不是人，是条狗！放肆！你既然要自寻死路，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上！这废物的身手怎么变得这么厉害了？天龙，你怎么？你是不是想说，五年不见，我怎么从一个富家子弟变成这样？萧家剑宗，或许你武力强大，但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个人武力再强，那也根本不算什么。在金钱和权势面前，你武力再强，也是被碾压的份。你说武力没用，可现在你们王家就算有再多的金钱，再大的权势，那又如何？现在我可是掌控你的生死。你敢杀我？
你要知道，我可是王家的人，你要敢动我一根汗毛，我保证你死无葬身之地。天龙，放他走吧，你现在杀了他会后患无穷的。如雪，你放心，区区一个王家我根本就没放在眼里。天龙，这样的小人不值得你的手染血。天龙，答应我不要杀人，我不想你坐牢。如雪，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哼，算你们识相。我让你走了，你还要做什么？如雪只是让我不杀你了，没有说那一百个耳光不用打了。如果你不自己扇自己耳光，我便会亲自动手。你，哎，这王家的大管家竟然真的被萧天龙逼得自打耳光。这萧家废物好像真有些不同了，不管怎么说他不可能斗得过王后。希望王家不要迁怒我们杨家。只要你平平安安的活着，我什么都愿意。打完了，打完了，一个不杀。天龙，萧天龙，你做事冲动不计后果，王家是你得罪得起的吗？要是王家下死手，不仅你萧天龙要倒霉，就连我们杨家也要跟着受牵连。是啊，我儿子说的对。萧天龙，你快给我滚出杨家。妈，你别这样说天龙了。我怎么不能说他？现在他惹到王家，天王老子都救不了他。女儿，你要是知道一点好歹，赶紧和他划清界限。妈，女儿不孝，你就当没生过我吧。你说什么？你真的为了这个男人连妈都不要了？妈，我五年前就与天龙私定终生，这辈子我非他不嫁。现在我也不想杨家因为我遭遇大难，我离开杨家就是了。你一女，你走吧，永远不要回来了。妹妹啊，我看你百年之后怎么去见列祖列宗啊。如雪，你不用离开杨家，更不用和你妈闹那么僵。给我几天时间，我会让你们知道区区一个王家就是一些土鸡瓦狗。天龙，王家势力太大，我不想你有事，看来我得去王家求皇后饶过你。喂，少爷，是我。进来吧。你怎么回事？你脸上的伤是谁打的？少爷，谁这么大胆子，敢动我王家的人？少爷，我这点伤不碍事。事情处理的怎么样？杨如雪，他答应了没？少爷，大事不好了！萧家那个废物，他没有死，他又回来了。什么？那家伙居然没死？你脸上的伤是他打的？这个少爷，萧家那个废物不但没有死，他的武力还变得极高，我两个手下一下就被他打倒了。这个萧家的剑术真是命大，五年前那么刺骨的江水，现在都还没有把他给淹死。少爷，要不要我多叫些人把他沉江？别急，我这个人做事最喜欢让别人自以为成功在望，然后我再慢慢把他踩在脚底下，让他感受绝望、痛苦和挣扎。是，都听少爷的。南城新任城主即将上任，我要好好的跟他打好关系，到时候什么萧天龙根本不足为惧。是是是，讨好新任城主，这可是我们王家的头等大事。对啊，我那不成器的弟弟怎么好几天了都没有他的消息？少爷，我已经派人打探了，三少爷最后是出现在至尊拍卖会之后，他就渺无音讯，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要不要属下多派些人马四下打探三少爷的下落？不用，那最好是死了倒也清静，
到时候就没有人跟我争家产。是少爷，现在就等杨如雪上钩了。萧天龙那个萧家贱种，老子慢慢跟他。少爷，杨小姐求见。管家，你先出去，让我跟杨小姐单独聊一聊。好，少爷，您玩得开心。哟、杨小姐，欢迎欢迎啊！你今天打扮的真是越发的娇艳动人，秀色可餐啊！王浩，我不想跟你多说，我只想问你，你要怎样才能放过天龙，放过杨家？放过？我为何要放过你们杨家？为何要放过萧天龙那个贱种？你们王家吞并萧家，在南城已无敌手，况且天龙他已经不是你的对手，你为何还要赶尽杀绝啊？女人就是女人呢、杨如雪，虽然你是南城第一美女，但是你不知道男人的世界有多惨，你死我活，弱肉强食，只有胜利者才能拥有一切。你已经赢了，已经拥有了一切，我只求你放过天龙，给他一条活路。听你这样说，我还以为萧天龙已经活得像一条狗，像一条烂泥一样。他不是挺嚣张的吗？连我王家的管家他都敢打。我替天龙答应你，我们离开南城，永远不回来，求你高抬贵手。高抬贵手？你讲什么情况？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放虎归山，后患无穷呢？我向你保证，保证他不会报复你。况且你堂堂王家大公子，谁敢惹你？保证？杨雪，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最不值钱的就是场。杨雪，那个萧天龙那个贱种有什么好啊？只是你为他这个样子。没有为什么。胡雪，你是南城的第一美人，而我是南城第一公子啊，只有我配得上你的美貌。你皇上，你太尊重一点。杨小姐，你知道我为何当年要蛊惑王家和其他家族反水，就是为了逼得萧家家破人亡啊。你不就是想吞并萧家的家产，站上南城的顶峰吗？这只是其一，只占了20%。什么？5年前的萧家是南城的第一大家，我王浩多么的仰望萧天，我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一切我都可以给你，我还可以让杨家荣华富贵。不可能，我绝不答应，我今生今世都要跟天龙在一起，生不能同求，死也要同穴。你知道吗？我苦苦等了你5年，这5年我只希望你能够回心转意啊。你放开我。不放。小天龙，我只是越来越恨你啊，所有的人都是为了我的钱，为了我的权利，可是为什么只有你能得到如雪的心啊？王浩，如果你还胜用强的话，我立刻咬舌自尽，死在你面前。如雪，你千万不要伤害自己啊，我不会对你有强的，我只希望你能够心甘情愿地嫁给我。我死也不会嫁给你。小天龙，5年前你命大，这一次我让你死，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啊！天龙大人，张贤来了。打探到了什么消息？回大人，王浩这个家伙心思极为深沉，做事滴水不漏，哎呀，很难抓住他的狐狸尾巴。5年前我萧家如日中天，王家只不过是依附我萧家的一个小家族，他们连同其他家族背叛，所以不可能是王家仅仅一时之念，王家的背后必有更大的幕后黑手。大人，何不把这个王浩直接拿下，打断他的狗腿，逼问出谁是幕后黑手，那样这场猫抓老鼠的游戏就不好。他的失踪，幕后黑手
必然有所警觉。哦，我明白了，您是想放长线钓大鱼。如此可教，多谢天龙大人，谢谢您的夸奖。天龙大人，我张贤和南城张家为天龙大人马首是瞻，您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就算是刀山火海，我也跟随天龙大人。这样的承诺，有了王家的前车之鉴，我早就不想。哎呀，大人啊，我和那个王浩不一样，我可不想做什么南城第一、北城第一，我张家也绝不是王家那种忘恩负义的小人。我早就看出来了，要不然也不会把你留在我身边。谢谢大人，大人见。哦，对了，大人，一个小时之前，杨如雪去找您泡了。如雪，她蕙质兰心，聪明过人，但对我关心则乱，一点聪明劲都没有。她肯定是去求王浩放过我，放过杨家。当时我带着大批人马守在王氏集团楼下，一旦杨如雪出事，我立马带人冲上去。哇，杨如雪一股就出来了。你做的很好，谢谢大人。大人，您为何不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杨如雪呢？我告诉他们了，他不信，杨家也不信，我总不能把天龙令亮在他们眼前吧？这样的话，一旦走了消息，王后便会携带家产亡命天涯。是是是是是，如果真一下把王后那个家伙给弄死了，皇室便宜他了。让他自以为站上了巅峰，却发现自己脚下是无尽的深渊，这样才能更爽。听说南城新任城主刚上任，这个王浩一直在拍他的马屁。是是是是是，王浩这个家伙呀，新买了一艘游艇，他想借这个机会在南城办一场投资会，想拉来大笔的投资，以此博得新任城主的欢心。南城投资会？是的，与会者都是商业巨子，至少要有百亿身价才能。这次的拍卖会就在王浩新买的那艘游艇上进行。百亿身家，那这么说你张贤也没资格参加了。哎呀，大人啊，您有所不知啊，我张家在南城就是一个小家族，身价也就八九十亿，确实没资格呀。我说你有资格就有资格，你不想做南城第一，我偏偏要把你扶上南城第一家族的王位。那这样就这样让王家彻底。谢谢大人。不过要参加这个投资会必须要验资啊，我确实没钱啊。喂，我是萧天龙，马上给南城张家注资一千亿。一千亿？怎么，一千亿还嫌少啊？不不不不不，大人，这太多了，太多了。得了吧，赶快去查查，看看有没有到账。嗯，哎，好。哎呀，跟对人了，抱您的大腿抱对了呀！这一千亿已经到账了。哎呀，我的妈呀！区区一千亿，看把你激动成这个样子，你能不能有点出息？我太激动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格局小，大人，太激动了太激动了，我不敢激动。南城投资会，张贤，帮我准备一下，让我们去这个南城投资会上大闹一场。是，天龙大人，这次的南城投资会咱们一定要大闹天宫，您就是孙悟空。仔细想想，在这个投资会上一脚踩死王浩还是不太过瘾。您的意思是不妨多给他一点希望，让他多嚣张一点，让他更绝望。希望嚣张绝望？张贤，帮我演场戏。大人呐，您真是要把王浩玩得死去活来翻来覆去呀。
这一招实在是高超，真想看看王浩那个家伙得知了天龙大人的真实身份以后会是什么样的表情。惊恐、慌张，嘿嘿，都不对，肯定是吓尿了。南城天啊，要变了。城主大人，这次我们王家举办的投资会，来的都是百亿身价的豪门级户，我相信在我的宣导之下，他们对投资的意向很高。年轻人做得好啊，如果南城能拿来大笔投资，咱们一定把南城建设得更加美好，更有前景。是是是是是，我一定竭尽全力让南城的未来更加美好。这次投资费你一定要上行，万事都要做好。城主的意思是有个大人物要来。城主说的大人物要来，那一定是身份极为尊贵的客人。难道是省城豪门？还是不需要知道的就不要乱打听。明白明白，王家一定会做好一切准备，一定会让这位大人物满意，请城主大人放心。喂，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千千万万不要得罪这位大人物，万一你办事不利惹他不高兴。不会不会，绝对不会。我只是说万一，这位大人身份显贵，我都没有亲眼见过。是是是是是，人家跺跺脚，整个南城都要抖三抖，打个喷嚏，全国都要感冒，千万小心伺候。是是是是是是是，我先去休息一下，你招呼其他客人吧。请城主大人好好休息，剩下的就交给我吧。来，嗯，大人，能让南城抖三抖的大人，难道是城主家的？又或者是天龙、飞虎、玄武、朱雀四位大人？少爷，您所说的朱雀、玄武、天龙、飞虎四位大人，可是我们龙国地位最高的，他们会来我们这样的小地方吗？如果真的是四位大人其中之一来，那我可得上心伺候。这要是攀上了四位大人的高枝，那我王家可谓是一飞冲天，势不可挡了。吩咐下去，都给我好好伺候了。要是惹得宾客不满意，我扒了他的皮。是，这可是我王家的绝好机会，我可要好好抓住啊！少爷，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一个宾客都没有。没有宾客？怎么可能？昨天还有不少人想要参加我的南城投资会，我都不让进呢。少爷，这是真的，一个宾客都没有。我去看看。天龙，我们真的要参加这次的南城投资会啊？陆雪，这个王浩不是不想看见我们，我偏偏要出现在他面前，气死他。可是我听说南城投资会要百亿身家才能进去，我哪有这么多钱啊？有我在，进这南城投资会一分钱都不用。怎么可能？王家对这次的投资会很重视，都是要验资才能进去的。朱雪，你放心吧。我怎么放得下心啊？王浩处心积虑地对付你，不然我们还是别去招惹他了。朱雪，我和王家之间不死不休，躲躲得过吗？如雪，我就请你看一场好戏，看一场我如何将王家碾为齑粉的大戏。不是我不信你，只是现在王家是南城霸主，你再怎么强大也不可能把他碾为齑粉啊。天龙，我不求荣华富贵，我只想好好跟你在一起，只要跟你在一起，
哪怕是粗茶淡饭，我都甘之如饴。如雪，你的心思我都明白，但是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一回你就知道了。好吧，我随你去吧。可是你要答应我，一旦有什么事情，你不要管我，先顾好你自己。我已经让你等我五年了，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你等了。嗯，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好、哦，两位贵宾，这里是王家举办的南城投资会，还请两位出示邀请卡。又要邀请卡，这种套路还没玩腻啊？我们王家的投资会可是百亿级别的客人才能参加，当然要安保严格。好吧，我没有邀请卡。没有，那就不好意思了，两位请回吧。哟，萧天龙，你好啊。好，我当然很好。萧天龙，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条江？我怎么敢忘啊？萧天龙，五年前你跳下了这条滔滔江水，不知道那时候的江水冷不冷？冷，刺骨的冷。萧天龙，你这命大呀，这你都死，怎么着又着急投胎跑到我面前？你居然还敢来南城？看来我活着你很不开心啊。我当然不开心了。你知道吗，你在世上多活一天，我就寝食难安，如坐针毡呢。你那是做多了亏心事，自然活得不自在。萧天龙，你好大的狗胆，信不信我一声令下让你再度沉香？我可是听说今天南城城主都在这。你刚才好像听说有人要把我沉江啊，这么目无法纪，要是南城城主听到了会怎么惩治他呢？肯定是把他抓起来吃一辈子牢饭。这里有谁听到了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王浩，你刚刚说的话不认账了。我不认账？我从来就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保安，你听到了吗？回少爷，我什么都没听到。小天龙，你还敢跑到我王家的投资会来，还想指望有人帮你？你真是不知好歹，不知死活。我听到了，刚才王少所说的我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个字都不会错。张琪，你怎么来了？我南城投资会没有百亿身家可是不能参加的呀。你只不过是南城的一个小家族，还敢跑到这里来？我怎么就不能来了呢？我找了一个新靠山，随随便便给我注资了1000亿。一千亿？当然。好，我就当你有资格参加。你刚刚听到了什么？你也要来帮萧天龙这个贱种吗？哎，我可没有说要帮他哟。我刚才听到的是王少您不计前嫌，热烈欢迎萧天龙的到来。张杰，你也太过分了吧，王浩刚刚根本不是说的这些话。哎呀，不好意思啊，我刚才听到的就是这些，就算是南城城主在这儿我也是这么说。张琪，你真是助纣为虐。什么什么？你说王少是纣王？在我看来呀，这个萧天龙才是真正的纣王。杨露雪，我劝你快快的认清现实，只有王少这样的南城第一公子才配得上你这个南城第一美女。你无耻。张姐，我刚刚真是错怪你。没错，我就想热烈欢迎我们萧天龙萧大少爷参加我们南城投资会呀。哎呀，就算我们萧少爷是个废物一个，没钱没地位，但是只要我王浩一句话，
还不是让您想进就进。皇上，又让我进去了。哎呀，没有没有，五年前萧大少爷输得一败涂地，如今看看我们王家有多威风多风光啊，这不挺有意思的。不把我陈江了，怎么会？谁敢对我们萧大少爷不敬，我王浩第一个弄死他。好，那我就看看王少在南城有多风光。皇上，您放心，这次由我帮你，一定让这个萧天龙头破血流，铩羽而归。张贤，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有钱？你新认识的这个靠山究竟是何人？你猜呀、啊？难道是神主大人？再往高里猜，居然比神主大人的地位还要高。难道真的是传说中的天龙飞虎玄武朱雀四位大人之一？王少啊，您猜对了，我的新靠山就是天龙大人。北境天龙，我的天哪，你居然攀上北境天龙大人的高枝。小意思小意思。哇，张少，哇，以后还得请您多多关照啊！有了北境大人的帮助，那这江山您只唾手可得呀！放心吧，我改天请天龙大人出来，咱们见见面，喝喝茶。张少，您真是太了不起了！但这次南城投资会有南城城主在这儿，我邀请的宾客没有一个到来的。所以张少，你得帮帮我。你要我怎么帮你？很简单，张少如今攀上了北境天龙大人的高枝，您现在又有了千亿的资金，您只需要在南城多投投资，多开开工厂，那就够了，好让我在南城城主面前有个交代。放心吧，王少，我一定让你风风光光的在南城城主面前大大的长脸。张少，从今以后您就是我王家最大的贵人呐、啊！我王浩一定要让您体体面面、风风光光，包你满意呀、啊！放心吧，王少。王少，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呸！这个张贤，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居然能够得到北京天龙大人的青睐有加。先利用下这个张贤，他既然认识北京天龙大人，等到时候我再把他一脚踢开，有了天龙大人的帮助，整个南城我根本就不会放在眼里。王浩，怎么回事？你不是说南城投资费高朋满座吗？怎么现在一个人都没有？城主大人，是这样的，之前确实有很多的宾客要参加我们的投资会，但不知为何一个都没有来。那怎么办？你要让我下不了台吧？王浩，我可告诉你，原本我对你寄予厚望，能给南城拉来大笔投资，使我们南城更加兴旺发达，如果你搞砸了，我饶不了你。城主大人，我绝对不会破坏您建设南城的大事。虽然宾客没有来，但是我请到了一个绝对尊贵的家族，他一家就能抵得上上百个家。哦，那你请了谁？我请了南城张家。张家？张贤家族？是啊。王浩，你搞什么鬼？张贤家族势力弱小，根本没什么资金，你叫他来有什么用？张贤家资产不过数十亿，连你王家都比不过，他哪算什么最珍贵的家族？城主大人，您听我说，张贤已经今日不同往日，他现在已经攀上了高枝了。他攀上了哪家高枝？北境天龙大人的高枝。什么？北境天龙？是的。我的天哪，北境天龙大人身份何等珍贵，张贤成了他的属下，
那真是一飞冲天，富贵万年啊。是的，城主大人。如今张贤得到了天龙大人的支持，天龙大人随随便便给他个1000亿，他把1000亿全部用来投资南城，您说他是不是一个人能抵得上100个家族啊？那可太好了，南城人民有福了。王浩，你住得好。谢城主大人夸奖。既然张贤得到了天龙大人的垂青，那么张家就代表了天龙大人的意愿，这场投资费我看就由我来亲自主持。城主大人，您亲自主持啊？只有我亲自主持，才能体现南城人对天龙大人的尊重。嗯，好，我现在就去安排一下，让城主大人亲自主持。天龙，这条游艇可真豪华。如雪，只要你喜欢，我给你买上10条8条的，让你天天开着游艇在江上游玩。我可没这么败家，我只想在你身边，哪怕你划一条破船，我也要天天陪着你。如雪，放心，你不会坐上破船的，我会把这世界上最豪华最名贵的东西给你。好，投资会的时间到了，我们进去。天龙，答应我，一旦有什么不对劲立刻离开，不要停留。怎么样，我这个游艇还不错吧？呵呵，看起来挺不错的。挺不错，呵呵，这艘游艇王少可是足足花了1亿买下来。你这个废物这辈子见过1亿？王少，1亿对你我来说都是小钱而已，但是对他们俩来说，别把他们俩胆子都吓破了，到时候吓出个心脏病也不太好咯。我这船上啊，我这什么都有，但是就是没有医生，救不了某人的鬼命。王浩，虽然我们没钱，但我们有你没有的东西。哦，是吗？我王浩所到之处人人敬仰，万众仰望，我拥有数百亿的资产，我就想问问有什么东西是我没有而你没有。我们有脸你没有。你说什么？王少，他说你不要脸呢。脸值几个钱啊？王浩有的是钱，就算我没有脸面，我也可以用钞票打扮得富贵逼人，而你们不行。那可不见得，王浩，你总觉得自己有点小钱，但你不知道的是，你在我面前就如同个3岁小孩，拿着10块钱当着宝。好大的口气，这是癞蛤蟆打哈欠，自不量力。我倒要看看这个南城投资会你能拿得出几个钱。反正比你多就行了。萧天龙啊，你可别得意呀，你再有钱，我们还有张贤张大少爷也是站在我王浩这里，我们两大家族联手，你再牛能牛得过我们俩？就是，你能比我们两大家族更有钱吗？等着看就是了。王少，少跟他废话，一会儿我帮你压死他。各位，今天是我们南城投资会召开之日，现在我们南城日新月异，蓬勃发展，急需各位投资南城，让我们南城的未来更加美好。王浩，你好大的面子，竟然请出城主大人亲自主持投资大会。城主可不是看王浩面子。各位投资南城，南城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各位，现在南城投资会开始，请各位出价。城主大人，我王浩家投资300亿。王少果然好手笔，上来就300亿。我萧天龙向南城投资500亿。500亿？你个萧家废物能拿出500亿？萧先生，我知道你和王少之间有些恩怨，
但这次南城投资会事关重大，你可不能意气用事，故意捣乱。城主啊，你放心，我和王浩的私怨只是私怨，我这个人做事啊，绝不会公私不分。天龙，别乱说，城主大人亲自主持，你要是拿不出钱来，后果不堪设想。如雪，你放心，我真的有钱。可那你在我家的时候，100亿都拿不出来。如雪，我是怕被你妈和你哥当成冤大头，狠宰一刀。可是，相信我，肖先生，我姑且相信你，就按您说的500亿。王浩，你不是说我1亿没见过？怎么，现在500亿你见过吗？你个萧家贱种，能不能换个骂法？你的词语怎么就这么贫穷？不如我教教你，不要脸的东西，杀千刀的玩意，断子绝孙的畜生，见人就是矫情。萧天龙，你骂人都不会，还说自己是南城第一公子，真是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呀！你不是很有钱吗？你不是很拽吗？怎么，我现在出价500亿，有本事你就加价呀！这下好玩了，一开口竟然500亿！王少，不要怕，一会儿我帮你跟他干到底。城主，我王家出价800亿。800亿？对，800亿。姓萧的，你不是牛吗？你出价压我呀，压我呀！我告诉你，这5年以来，我王浩就没有尝过被别人压在头上的滋味。好霸气啊，好无敌啊！这5年，你们王家没被人压过，那是因为我萧天龙不在。5年前，你要整个王家臣服于我萧家，只不过是我萧家的一条狗而已，一时不慎被你们这条疯狗咬伤了，让你整整嚣张了5年。不过今日我萧天龙回来了，你的好日子到头了。王浩，5年前你是我的狗，5年后你依然是我的狗。放屁，萧天龙，我告诉你，别在这里做口舌之争了。我王家出价800亿，你有本事就压我呀，压我呀。压过你又有什么难度呢？1000亿。1000亿？萧先生，您真的说1000亿？这么多钱？1000亿啊。王少，你又被他压在头上了，这你能忍吗？王浩绝对不能让萧天龙压在我们的头上。我王家出价1300亿。哇，1300亿！王家不愧是南城第一家族，足足1300亿啊。1300亿只不过是5年前吞并我萧家的不义之财，拿着我萧家的钱在这装逼啊。王浩，你可真有本事啊。哼，那是你们萧家命中该绝。天龙，你别再出价了，这可是1300亿啊。才5年时间，你就算再能干再厉害，你怎么可能挣得到这么多钱？如雪，我这5年付出的心血你无法想象。我是不知道，可我不想你有事啊。萧天龙，你可真不是个东西，又把我们南城第一美人又弄糊了呀。我们杨如雪可是南城第一美人，你萧天龙一次又一次的伤害你，要换作是我，如雪这么美，碰在手上怕摔了，含到嘴里怕化了呀。萧天龙，你可真不是个东西。这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啊，与你何干？你1500亿。王浩，不好意思啊，我又压了你200亿。1500亿？你废物真拿得出来？你在这里乱喊价吧。城主大人，这个姓萧的就是在这里乱喊价，我要求他立刻兑现。城主大人，
这个姓肖的就是在这乱喊价，他要是拿得出1500亿也就算了，他要是拿不出来，他就是在蔑视城主大人您的权威呀。王少说的也没错，1500亿可是一笔巨款。肖先生，能不能请您兑现您的话？区区1500亿，怎么就拿不出来了？我来查验。大言不惭的废物，要不是本少爷的面子，你连进来的资格都没有，你知道吗？你让不让进来，我都进得来，还敢大言不惭？王少，这卡里确实有1500亿，真有1500亿，蓝城有福啊！天龙，你真有1500亿？真有1500亿，我早说了，你就是一直不信我。我哪知道你这么厉害？怎么可能？不可能！他怎么可能会有1500亿？张仙，你是不是看错了呀？你别把150亿看成1500亿啊！王少，你什么话呀？我哥哥是跟你一伙的，我怎么可能看错呢？我看错？那怎么可能？这个家伙怎么可能会有1500亿啊？这世界上有很多不可能的事情，你这个井底之蛙能看到多大一片天啊？肖先生，感谢你为蓝城投资1500亿。张少，我王家现在已经竭尽全力了，没有一分钱了，还请你是不是该轮到我张贤胜场？张少，一定要帮帮我。放心吧，这有何难，我出价1000亿。城主，你听到没有？张少帮我出1000亿，我们俩加起来就是2300亿啊！2300亿啊！萧天龙，你怎么跟本少爷斗啊？2300亿真的太有钱了，我好像真的没有那么多钱。我就知道你没有那么多钱，萧天龙，你刚才拽的跟258万一样，我真的以为你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物呢。没有想到啊，你也有上限呢。上限？我的上限你还不清楚不明白？老子根本就不需要清楚，根本就不需要。萧天龙，你就应该被老子踩在脚底下，永世不得翻身。萧天龙，算你狗命大，让你活到现在，你就应该找个狗洞好好钻起来，结果你还跑到本少爷面前来装逼，你是不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死字怎么写？之前你们管家就不知道死字怎么写，现在你又回过头来问我死字怎么写，我就奇了怪了，你们王家都是文盲吗？连死字都不会写。王少，你真的不会写死字吗？放屁，我怎么可能不会写死字？姓萧的狗东西，如果今天不是城主大人在这里，你今天连跟我说话的资格你都没有。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你真的会写死字？我怎么就不信呢？来，你给我写个死字看看，万一你真的不会写。放屁，小天龙，我告诉你，我已经忍你够久的了，如今有张少帮我，我们现在加起来2300亿，你怎么压我？区区2300亿而已，我萧天龙就是要压你一头。3000亿啊！你小子怎么？王浩，你这小子不会连3000亿都没有吧？张少爷，我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办法了，你能不能再帮我一次？天龙大人只给了我1000亿，我可全帮了你了。对呀、啊，你认识北境天龙大人，那我又何惧萧天龙呢？萧天龙，你真的要跟我作对吗？我这3000亿已经把你仅存的颜面都打没了，你还在问我是不是和你作对？萧天龙，我劝你做人留一线，我劝你不要太作死。我怎么作死了？我就正常出价而已，只是比你钱多，何来作死？张贤，张大少爷，他可是认识北境天龙大人，现在张少爷是我的朋友，
你打我的脸不要紧，你还敢打张少爷的脸，你就不怕惹到了北境天龙大人？北境天龙大人一根手指就能够捏死你呢。定天龙，不错，北境天龙大人。天龙，张琴他背后可是北境天龙啊，地位超然，尊贵无比，你针对王后就行了，张琴可是万万不可得罪的。小天龙，你怕了吗？如雪，你不用担心。王浩，你确定张贤背后站的是北境天龙？当然了，听到北境天龙大人的名号，你是不是双腿已经吓软了呀？来，张少，不如你亲自告诉他好了，让他彻底绝望。在下得北境天龙大人青睐有加，收为手下，这种事儿我怎么可能乱说？我可不敢冒抄家灭族之罪，胡乱和北境天龙大人乱攀关系。听到没？你得罪了张少，就是得罪我们北境天龙大人。你现在赶紧下跪磕头认罪，向张少磕头。我不想磕头。这头你不想磕，也得磕。王后，凭财力，你被我压得喘不过气。现在抬出北境天龙来压我。对，我就是要压，而且我要压死你，压得你永远都喘不过气。可是北境天龙好像也不怎么样。放肆，敢对天龙大人不敬，该当何罪？万一这张贤要是骗你的呢？这你也信？骗？怎么可能？张少绝对不会拿北境天龙大人的名头来骗人的，这绝不可能。当然不肯，我不但是北境天龙的手下，我还能请出天龙大人。张少，你真是太厉害了，居然还能请到北境天龙大人降临啊。小天龙，你死定了，你完蛋了哟。好吧，何贤，你就请出北境天龙吧。这有何难，我马上请出天龙大人。小天龙，你惨喽，你死定了。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不过我看现在这个样子好像真的好爽。我当然爽了，我现在爽到不行啊。五年前我唯你萧家马首是瞻，做你们家的狗，如今我要你萧天龙永坠地狱，死不瞑目啊。属下张贤参见北境天龙大人，恭迎北境天龙大人。天龙，他叫的可不是你，他叫的是北境天龙大人。他就是在请我。萧天龙，张贤赢的是北境天龙大人，你怎么站起来了？萧天龙，我看你是吓傻了吧？别以为你名字里面有天龙两个字，你就真把自己当天龙大人了。你已经够丢人了，赶紧跪下来迎接真正的天龙大人吧。你问问张贤，他请的是谁？属下张贤见过北境天龙大人。我就是北境天龙，萧天龙。天龙大人，我知道有大人为我来，没想到是您。城主，我还有些私事要处理，您先请回吧。是。天龙，你真是北境天龙？你们，小天龙，你跟张贤联合起来骗我？王浩，是你一厢情愿，自欺欺人。怎么样，刚才那场戏演得精彩吗？你刚才不是爽得飞入云端吗？而现在呢，你跌进了无尽的深渊。王浩，我告诉你，站得越高摔得越狠。你们一起过来骗我。王浩，现在知不知道死字怎么写了？小天龙，难怪你有恃无恐，原来你有如此强大的身份，一时扮猪吃老虎，
就是为了让我感受到绝望，是不是？没错，我就是为了让你绝望到极点，体验一下我五年前沉在江水之中那种冰冷刺骨的感觉。惊天龙，惊天龙，哇哇，小天龙，五年前你活下来了，没想到五年之后你还是赢了我。我太小看，原本以为我们王家现在的家境跟实力要碾压你完全不费吹灰之力，但我没有想到你居然是北境天龙。你输了，输得毫无悬念，在你自以为的权力地位面前输得弹指可。不，我没有输，就算你是北境天龙又如何，你只要给我时间，我一定能超越你，就像你五年前一样家破人亡。我为什么要给你时间？我现在就可以杀你。你不能杀我。我为何不能杀你？就算你是北境天龙又如何，我也一样有靠山。哦，是吗？有靠山？哪个家族？我不能说，我也不敢说，但是你绝对惹不起。你在虚张声势啊。我没有虚张声势，就算你是北境天龙，如果你杀了我，他也一样不会放过你，他一定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啊。王浩，敢这么和我北境天龙说话的，你是第一个。我就是有底气。看来你的底气真的很足啊。小天龙，你这是千算万算也没有算到，当年吞并你们萧家并不是我们王家一族的意思吧？我早猜到了，如果没有人给你撑腰，你哪来的胆子？如果你肯把当年算计我萧家的幕后黑手说出来，或许我会大发慈悲放你一条生路。北境天龙大人真是算无一策呀。快说出来吧。行，您自己跟他说了吧。喂喂，萧天龙，北境天龙，没想到你就是那个五年前投江自尽的萧家天龙。你是谁？我是谁你不需要知道，你只需要知道王浩你不能信。有饶人处且饶人，你今天给我这个面子，相信我，你以后不会。你连名字都不敢留就要我萧天龙给你面子？你的面子大得过我家破人亡的血仇吗？对，我的面子大得过这世界上一切的仇。很可惜，我萧天龙不想给你这个面子。萧天龙，你想清楚，我能不把你北境天龙的身份，就代表着我拥有着你无法想象的权利。真不好意思啊，谁也阻挡不了我萧天龙。大人，您真是雷霆手段。你胆敢杀他？人我已经杀了，你要如何？好好，你个北境天龙，你做事都不考虑后果的吗？我这个人做事从来不考虑后果，这天下就没有萧天龙解决不了的事。好好，北境天龙，你果然有种。你也好好藏起来，别让我找到了，我一样会杀你。又是谁说？我还不知道。恭喜大人报了这血海深仇，不过听对方的语气好像身份也极高。这世上我还没怕过谁。天龙，这几天你要小心一点，我想拿幕后黑手一定会不招。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管他出什么后招，我萧天龙一力破之。妈，
我妹说要和萧天龙参加南辰投资会，也不知道他们进去了没有。哼，他们怎么可能进去？投资会光验资就要百亿，萧天龙哪拿得出那么多钱？妈，我们对萧天龙是不是太苛刻了？我总觉得他这次回来气势不一般的。你说的也没错，他确实不一样的。就算他再强，又能玩得过王家吗？希望妹妹不要赶错人。我们杨家真是风雨飘摇，再也经不起折腾了。唉，现在只能求王家高抬贵手，放咱们杨家一条生路。妈，你不用担心王家了。不用担心？萧天龙，你怎么又来了？你害得我们杨家还不够惨吗？妈，你误会天龙了，这五年他浴火重生，他就是北境天龙。什么？妹妹，他是北境天龙大人？对，他是北境天龙，也是我杨如雪苦苦等待的男人。之前我为了惩戒王家，所以我没有公开我的身份。北境天龙大人，之前我冲撞了你，罪该万死。参见天龙大人。都起来吧，我消失了五年，如雪苦苦等了我五年，再加上王家对你们肆意打压，对我有怨言也很正常。那王家解决了吗？天龙他已报大仇。太好了，如雪，你总算苦尽甘来了，之前的事你别怪妈哈。妈，我怎么会怪你呢？之前的事我觉得你都是为了我好。过去的事都让它过去的，以后我会好好待如雪的。那就好，那就好。妹夫，我去给你倒茶。大人，王家这几年真是搜刮了不少银纸银块，光是现金就有1000多亿，居然还有3000多亿的固定资产。王浩啊，他还是挺有手段的，五年时间就积累了这么多财富。哎呀，王浩再牛逼，他也是个死人，只要大人您动动手指就能把他摁死。哦，对了，大人，这个王家的财产您想怎么处置啊？他在南城投资会上可是说1500亿都给到南城，那就满足他的愿望吧。王家其他资产都由你来管。多谢大人，多谢大人。好了好了，别拍马屁了，有没有多派点人手保护杨如雪和杨家人？哎，放心吧大人，我安排了不少人马保护杨如雪和杨家的人，绝对不会出任何纰漏。好，最好如此。哎，大人，听对方的语气极为嚣张，您能猜出对方是谁吗？这世间直到我北境天龙还不怕的，不出五指之处。结合之前王浩的举动，我大概猜出了是谁。谁呀？赵家。赵家？赵家可是皇亲国戚呀。不是皇亲国戚，谁敢在我萧天龙头上动土？这该如何是好啊？皇亲国戚也得按国法家规行事，赵家行事肆意妄为，毫无廉耻，就别怪我萧天龙维护这世间安定。大人说的没错没错，不过我这心里啊总是这个乱乱的。你怕了？我不怕，小人不怕，有您在我怕什么呀。喂，什么？大人不好了，杨小姐，杨小姐她如雪她怎么了？突然冲出一伙人把杨小姐给绑了，把我的人全给灭了。喂，萧天龙，没想到吧，我们这么快就要见面了。果然是你。杨如雪在我手上，你要是敢动杨如雪一根头发，我保证你会死得很惨。北境天龙就是北境天龙，现在还敢威胁我？这不是威胁，我这是在告诉你事实。
本少要是怕你，就不会绑了你的女人到地下停车场来。记住，你一个人。好，我马上去。大人呐、啊，您可千万不要去啊！这家伙有恃无恐，肯定安排了不少人马。我知道，但我必须得去。我已经亏欠卢雪太多了。您这一去，生死难测啊！生死已经不在我眼里了。五年前我已经尝试过死亡的滋味，我一定要把杨如雪救出来。要不这样，我多派些人马跟在你身后。不用，他说了，我一个人去。可是大人，不要再说了。好吧，大人，你可千万要小心。小心的不是我，是他。阻我者，杀无赦。救命啊！救命啊！好姑娘，谁来救救我？那里没有人可以救你，你叫我报头颅，会听见。杨如雪，你好。放开我！你们要做什么？萧天龙那家伙，连我赵家的狗都敢杀，我不来给他点颜色看看，他还以为我赵家是好惹的。赵家，你是王浩的背后靠山？萧天龙竟然有你这样的冷静性，他还真是厌夫妻。早就听说你是在南城的一女。别碰我！果然名不虚传呢。你不要碰我！别碰你！我实话告诉你，我以你一个人为要挟，让萧天龙一个人过来。你要对天龙不利。对，我就是要对他不利。萧天龙动了我赵家的狗，要让他萧天龙付出代价。混蛋！小美人，你这要身材有身材，要长相有长相。萧天龙可真是有福享受啊！不要碰我！跟我摆平了萧天龙，我好好来享受。不要碰我！我的滋味。啊！贱人，松口！贱人，你竟然敢咬我！一会儿我就要在你的面前，萧天龙这个杂种活活折磨死。天龙，让人拔过来，这有埋伏。这叫吧，叫吧。叫吧，你叫吧，你叫得越响，萧天龙来得越快，他死得也会越快。敢碰我的女人，萧天龙，没想到你还真有种啊，竟然真的敢一个人过来。对付你，我一个人就够了。大爷，萧天龙确实是一个人来的。萧天龙，还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当初你要是听我说的话，不杀王浩，现在我们两个又何必如此兵戎相见？当初我也和你说了，不要多管闲事，否则他又怎么会死在我手上？萧天龙，你可知道我是什么身份？不害怕我北京天龙的，反而敢威胁的，全国没几个人。我猜的没错的话，你是赵家的人吗？知道我是赵家的，不害怕。赵家的名声吓不倒我。赵家自从你之后，都要对我萧天龙退避三舍。萧天龙，你好狂啊！我赵恒从小到大就没见过你这么狂。你也算是一代天骄，但这自古天骄多薄命。自古天骄多薄命。为什么人们只会记住我这样的天骄？因为人人只关心强者，而像你这样只靠家世的废物，没有人会在意你的死活。哪怕你活得100岁，到时候也没有人会在意你的死。萧天龙，你好一张伶牙俐口吗？你也不看看现在什么状况，还敢在这跟我装逼？我不说话了，怎么不狂了？是不是看到本少爷的人多，吓得你都不敢作声了？北境天龙最为嚣张的存在，没想到面对我赵少爷也不敢吱声。你不懂。我不懂什么？我比传说之中还要嚣张，这些土鸡瓦狗还想拿住我萧天龙？死到临头还敢跟我嘴硬，都给我上，给我把这家伙打断他的手脚，带到本少爷的面前来。
萧天龙，还用得着什么人？只要我的青筋一棍下去，我可就把这冷血的喉咙给他刺穿了。刚刚这么威严的北境天龙，现在又怕了什么？哎呀，刚刚不是说我是个笨吗？是个智障吗？现在呢？萧天龙，我现在要你跪在我的面前，跪在我赵恒的面前。你这是什么眼神？你就不怕我一失手把这娇滴滴的小美人给杀了吗？天龙，我死就死了，你不要跪下，不要跪下。萧天龙，你就这么狠心看到杨如雪死在你的面前？他可是整整等了你五年呢，这样娇滴滴的小美人就这样香消玉殒啊！住手！你要我跪下是吗？好，我跪。不过你绝不能动杨如雪一根头发。我可以不动她一根头发，但是你现在就得跪在我的面前。你放开如雪，我就立刻跪下。好。现在你可以跪了，慢慢来，一条腿一条腿的跪。本少爷要好好享受这滋味。萧天龙，堂堂北境天龙，没想到也有跪在本少爷面前的一天。这跪下来的滋味不好受吧？太可惜了，本少爷这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尝到这种滋味了。如雪，为了你，我这条命都可以不要，为你而跪，心甘情愿。天龙，你们这对痴男怨女都这时候了，还在这秀恩爱啊？小天龙，就是现在，还有一条腿呢，两条腿跪下来才算他的跪，你听到没有？如雪，你没事吧？没事。他怎么了？这家伙他就是个智障。我号称北境天龙，又怎么没点压伤你的本事啊？可是他是赵家的人，赵家权势重大，哪怕你是北境天龙也无济于事啊。你就不用担心我了，赵家他就是幕后黑手，灭掉赵恒只是开始，我还要打上赵家。打上赵家？赵家可是皇亲国戚啊。那又如何？他们惹怒北京天龙，谁也讨好不了什么。赵家为了我家的家产，通过王浩逼得我父母俱亡，害得我家破人亡，这仇怎么能不报啊？天龙，如果你要打伤赵家，我要陪在你身边。那怎么行？此行行为极为凶险，你跟着我会有性命之忧的。我不怕凶险。天龙，我不想在无尽的等待中生活了，就算死我也要陪在你身边。我杨如雪不管是天堂还是地狱都要随你而去。天龙，带我走吧。好，那我萧天龙就带着你踏上赵家。